大家好，我是林思婷，来看一则突发新闻。 My Home 即将在7月8号到10号一连三天，从上午11点到晚上9点，在吉隆坡 Pavilion 会展中心举行一站式的家居与电器展。最重要最重要的是，商品折扣高达88%，首50位 Early Bird 可以获得300令极限新券，是每天派送。此外，每天送出 Day Gift Day Day Go 现金券， Day Gift Day Day Go 现金券有3000令吉，是3000令吉的有6份，380令吉的有30份，50令吉的有100份。现场还有各种知名品牌的现金券，让你扣了再扣，好看多到数不完。这里还有超过500个家居品牌，从床褥、沙发、餐桌、窗帘、墙纸、橱柜、地板、浴室、家电、智能家居产品、门锁、衣柜、净水机、厨房用品等等。7月8号到10号，马上冲去 Pavilion Bukit Jalil 的 My Home 一站式家居与电器展。我们下回。